其中文呢、這个字，呢、這个字我哋都好熟啦，俾大家睇下。老字，讲咩老先？人脑定电脑？电脑。电脑。咩事咧？电脑。因为有间新脑几得意嘅，因为苹果同 IBM 会联手。嗯。咁啊，其实呢件得意嘅就系，如果有我谂八十后未必知呢件事。即係你一定要翻咁上一年紀，就知道曾經有一段時間好、哦、風光㗎 IBM， 係好風光。但蘋果嗱嗰段時間就 IBM 好風光啦，跟住蘋果出現啦，出嗰啲Jelly Mac 啦，即係透明機身啊，佢哋話咁啊開始開戰啦，即係兩個硬個人電腦硬件仲打對打啦。你又喐我喐你啊！咁啊喺呢件事入邊係各佔一兩種一個山頭嘅兩種山頭嘅，一個就係設計有型時尚個人，一個實用，一個實用企業係啦，即係兩種其實安全。你想象到嘅一個就係西裝不整，一個就係好有型嘅做設計嘅，咁 Steve Jobs 咁咯，係啦係啦，即係嗰兩批人啦。咁當年係咁樣嘅，但係其後咧，即係隨住個人電腦市場嗰個式微咧，都出現好得意嘅就係 Apple 咧就。冇而家好少話再話大主攻咩機嘅啦，基本上都佢係 iPad 啦、啊、iPhone 啊呢啲 device 啊，遲啲會 iWatch 啦、啊。咁 IBM 仲絕嗰、那個個人電腦市場賣咗俾大陸，佢又執到寶㗎。你講大陸啊嘛，佢又執到寶，即係大家都基本上對呢個板塊嘅錢都知道開始越嚟越識味。咁而家佢哋兩個合作，即係整個財經界都會預示就係一個嗰、那個設備好多人用，就 iPhone 好多人用，一個嗰、那個喺嗰、那個。軟件平台好成功，特別企業係啦，企業軟件平台講緊 IBM， 佢喺企業軟件平台好成功。咁如無意外就會佢會為咗蘋果打開咗呢個企業軟件平台嗰個市場，即係多企業用。咁而Mac 機無端即係蘋果又亦都無端多啲乜客啦，咁 IBM 亦都無端端多咗一個。其實我覺得好簡單啫，型咯一個字。嗯，係啊，因為。即係原本 IBM 都已經係好老土啦，加上內地又入咗手，咁更加老土，啲人更加覺得山寨成件事，成覺得佢好啱啊，好五六十啊件事。咁所以加入蘋果就係一加一啲新嘅。係，咁而家有人講緊就話下一個即係最大嘅危機對手就係講緊係 Windows。哇，係啦，呢個都係曾經赤手可熱。係，但喺軟件市場係，咁而家個 point 就係譬如。因為 Windows 而家都開始打企業拍嘅，咁啊企業市場，因為知道個人市場都難，好比較難爭，或者佢爭已經成功咗一部分啦，咁啊而家開始打呢個企業拍市場。咁但係問題係蘋果而家暫時最多合作嘅就係 Windows， 暫時就係同最多合作係 Nokia 嘛。嗯。咁呢個就避免有啲問題嘅喺軟件市場，即係話佢喺呢個合作，即係當佢蘋果同埋呢個 IBM 合作咁成功嗰陣時咧 ，Windows 同 Nokia 嘅合作又會係點樣咧？嗯。會唔會？被冚過鋒芒，或者追唔上咧？